今天收到风，位于马国大桥那24个小时美食城里面，竟然有一档猪肠粉，它里面有卖杂粮，还有麦肠，两个很特别的猪肠粉。这个猪肠粉的档口是由一个20多年的点心师傅开的，他的那个技巧粉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。走，带你去看看猪肠粉的档口。这个档口只需要一走进来，转左边就看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会来到这里，就是因为呢，他们有两道非常特别的菜，那就是杂粮。这个杂粮呢，它里面哦是放着炸油条，外面是包着那个猪肠粉的，特别脆哦。这个杂粮不是每一天都有的，它只限星期一到星期五才有而已。另外还有一个最特别的东西，麦肠，就是这一个。这个麦肠呢，它里面是放的榨菜、煮肉碎、炸越南米粉，外面包着自己做的那猪肠粉。吃下去有点甜甜的，带一点脆脆的感觉。这一个米肠，我可以讲我吃了这么多猪肠粉啊，我第一次看到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一些普通的猪肠粉，有皮蛋肠粉啊，还有鲜虾猪肠粉。每一次来到美食城，我一定会点的锅必备，价钱又便宜，3.8块一杯，这样大杯又非常的浓郁。而且现在哦，他们做这 offer， 一杯原价3.8块，另外第二杯只需要半价。如果你喜欢不一样的猪肠粉的话，你可以来马国大桥 Rush The Good Timing Village 猪肠粉的档口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